很多人去做健康检查，对不对？对。可是当我们一拿到报告的时候，哎，这报告是报告，跟你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觉得我报告做完，我好像身体就健康了。嗯。所以今天真的也要讲哦，因为一直在提到这个高血脂，高血脂到底高血脂有没有什么数值是必须要注意的？那这边其实也提供大家参考。很多人讲说，哦，我胆固醇太高了啦，是不是我就看我的总胆固醇？其实不是这样，对不对？对，没错。其实胆固醇早期二十年确实就只有看总胆固醇，大概二十年前的年代，胆固醇高，大家就说啊，你这个血脂太高了。但其实后来的研究告诉我们，其实胆固醇里面分很多，分高密度胆固醇或者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的、高密度的，还有三酸甘油脂，这些其实都统称叫做胆固醇，它们都是胆固醇的其中一部分。那其实每一个部分它的效果不同，像我们常讲的坏胆固醇，其实就是上面写的低密度胆固醇，或叫低密度脂蛋白。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回到我刚讲排水沟那个例子，它就是卡在排水沟上的脏东西啦。它所以这个东西越多，你的血管五年、十年、二十年，它慢慢慢慢就会卡一层垢，越卡越厚，越卡越厚。所以这个东西要少。那下面那个大家可以看到，高密度脂蛋白或我们讲高密度胆固醇，它就是好的胆固醇。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就是负责把你丢在血管里的这些低密度这些脏东西运送回肝脏排出去。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讲，低密度就是那个坏的胆固醇叫做垃圾，就像我们路边随便丢的垃圾。高密度是什么？是垃圾车。你身体里面垃圾车多，它就把垃圾运走了嘛，然后你血管就比较不会塞住。所以高密度是好胆固醇，它越高越好；低密度是坏胆固醇，越低越好。但是我们常看到的总胆固醇是这两个加在一起。所以你说，就像主持人讲，你总胆固醇高一定坏吗？不一定啊。有些人是高密度很高，他垃圾车非常多啊，到乱丢垃圾的人很少，这反而是最健康的。所以其实这时候要看里面的分层。所以就像上面写的，其实低密度尽量小于130，一般人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那高密度尽量越高越好，男生至少要40，女生至少要50以上，这样对身体比较有保护的效果。对，三酸甘油脂也是要少于150这个数字。对，三酸甘油脂也是少于。那医师，我有个疑问哦。那假设说它一个正常，它的高密度脂蛋白是比较低的，但它低密度脂蛋白这样正常，这样也构成算高血脂吗？也就是说，好的胆固醇是比较少，坏的胆固醇，其实是在正常值的。其实这个也算是某种程度的胆固醇异常哦，因为代表它的好人很少哦，所以我们也碰过这种高密度非常低的人，他即便是坏的胆固醇不高哦，但是因为他垃圾车太少了，虽然说没什么人乱丢垃圾，可他没有人可以清垃圾啊，所以他其实还是有可能会导致血管的问题。所以确实没有错哦。我们回到刚刚跟主持人提的，我们还是要仔细看里面的分型。如果他的总量没有高，可是他的高的很低，我们还是要小心，他还是会增加心脏病发生的机会。那像我们一般人，像如果我胆固醇过高好了，我已经有高血脂，它会有什么一些外观的症状吗？还是有一些征兆吗？我会不会觉得平常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其实这个要讲就是说，真正胆固醇高有症状的人，其实说真的大概只有20%到30%，也就是说大概有60-70%的人，他胆固醇很高，可他自己没有感觉。那没有感觉我们就先不提，那我们来提说，那有感觉的、有异常的症感觉的那两三成会有什么症状？比较常见就是会脖子僵硬，有点像血压高的感觉，或者是头胀胀的，会有类似的症状。然后有些真的胆固醇高到很严重的人会在眼睛附周周围会看到一些黄黄的斑块。这个可能现在很难叙述，但是有那个就是常看这些三高的患者的医生应该有看过，就是会有一些黄黄的斑块，那就是胆固醇过多已经有点累积在眼睛周围了，那是胆固醇非常高的情况，已经没有办法代谢掉，对，浮到皮肤的表层这样子。对，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些症状，然后头很胀很紧的话，也有可能就是胆固醇过高。其实很多上班族上一上都头很紧，对，压力太大，我也常常很难分辨呢。没错。那像我们一般胆固醇，那我有没有机会？比如说我好的胆固醇让它增加，坏的胆固醇可以把它降下来。这个是我们饮食上可以控制吗？还是说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其实我们医生我常开玩笑跟病人讲说，我们医生也不是卖药的啦，不是说你今天来一个病我就给你吃一个药，那其实跟贩卖机差不多。你要喝可乐，按可乐就掉下来，按高血压要掉下来，高血脂症。医生的价值应该在于说，怎么样先让患者知道他的病在哪里，然后有没有办法用身体自己的方法去调整。那真的没有办法再考虑用药，所以其实，主持人讲的很正确，就是我们高血脂，第一个，我通常看到病人第一个来，我就会先告诉他两件事：饮食跟运动。饮食方面等一下其实我们有很丰富的内容会告诉他怎么去吃。那运动其实相对很重要。很多人除了认为说除了吃之外，其实
运动我反而觉得是我目前看到病人来讲，我觉得比较缺乏的。因为吃其实大家都很注意，因为刚刚有提到，其实现在健康节目非常多，大家都会注意看哦，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这个我觉得还好，但是大家都，我觉得运动人真的是相对少了。那其实运动非常重要。其实大家看吼，低密度跟高密度胆固醇，我们刚讲要把坏的减少，高的要给它增加，对不对？对。吃饮食可以调整低密度胆固醇，就是你少吃一些不好的东西，低密度胆固醇会下降。但是很少有东西吃了之后好的会上升，这要先跟大家讲，好的要上升比低的要下降还困难，所以很少，包含吃药都很少有药可以让你增加好的胆固醇。唯一目前认为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固定运动。固定运动的 有研究认为，你固定运动的人比起没有固定运动的人，他的高密度就是我们讲好的胆固醇，它会增加的幅度比较大。所以这个还是跟大家讲，一定要固定运动。最好最好，当然是目前建议是最好每天啊。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很累，所以我都跟我病人讲，至少你一个礼拜看能不能做到三次，两天一次。那要做什么运动都可以，你只要做到说你会有一点流汗，会有一点喘。不要说那边散步一小时完全没流汗，那其实说真的没有运动到。你就是至少做半个小时，譬如说像年轻人体力好，你去跑步打球。年纪大一点的人，你可以做一些瑜伽啦，或者是去跳舞啊等等，要有点汗，心跳加速，至少半个小时，一个礼拜至少三次以上，就可以慢慢看到效果。对，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逃避。那我饮食呢？我饮食可以注意什么？饮食的话，其实最主要的重点还是少油少盐，然后要多吃蔬果类。尤其今天我们这边帮大家整理，这些是千万不要的。一个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其实最主要就是红肉、猪肉、牛肉为主，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刚上面有提到动物的内脏，这些都要减少吃。然后反式脂肪的话，其实就像这个饼干啊、乳麻林，那这些东西其实长久食用，其实都会增加坏胆固醇。所以这些要尽量避免。好，那到底我们不要吃这些地雷食物，有什么食物真的吃下去可以降胆固醇的，还可以保护心脏？对，燕麦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子，但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扩大成不只是燕麦，就是所谓的粗糙谷类。我们讲五谷，全谷类，全谷类，好像糙米啦，或者是这个杂粮馒头、杂粮面包，其实也归在这一类就是说，淀粉类其实有分精致淀粉跟粗糙淀粉。精致淀粉就像白米饭、白吐司、馒头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东西是很好吃，可是它的糖分都相对高一点点，而且有些时候烹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油脂。但是粗糙淀粉像这个燕麦片为主啊，燕麦片，然后我刚刚讲的全谷类糙米饭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一样吃得饱，但相对来讲它比较不会增加糖分，比较不会增加糖分，而且里面富含的油脂也相对少一点其实一方面可以降血糖，一方面可以降血脂，其实就可以最终目的就可以预防一些血管的病变。因为我前面提到了，血管病变不就是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几个原因引起的嘛？那如果说一个食材可以帮助你，这个糖分减少，血脂减少，其实长久下来它就可以减少血管发生病变。减少血管发生病变，就可以减少脑中风跟心脏病。之前有碰过一些啦，就是大概三四十岁的男性，他确实偏高，但是没有高的那么离谱那我就会跟他说，你先饮食控制，他就真的乖乖的吃燕麦。结果大概半年左右再抽，他的指数确实就相当比较标准，所以这个是确实可行的，确实可行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不过我有另外一个疑问像现在各大咖啡厅其实有一种饮品非常的流行，就是燕麦奶拿铁，它就是取代有些人对牛奶过敏嘛，所以就发现这个燕麦奶我可以避免这个乳糖不耐症，这是非常非常夯。那我既然燕麦那么健康，那我打成燕麦奶可以吗？其实不是非常建议啦，因为其实燕麦本身它有一个好处，是它有所谓的膳食纤维啦就是吃的口感会虽然比较粗糙，可是帮助消化这些帮助排便，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吃原型食物所以我刚讲的包含燕麦，包含刚有提到的一些什么糙米啊等等，我们还是尽量吃它原本的样子。像刚刚一直有讲到说，以前这种高血脂啊，可能会是老人病，但现在在门诊好像越来越年轻化，甚至以前以往认知是想说，这种疾病可能跟男性可能它的比例比较高，现在连女性是不是有很年轻的案例？其实女性比起男生来讲女性心血管风险比较低，尤其是年轻以原则上对我们心脏这个心脏的保养来讲女性只要还没到50岁以下的女性，基本上有心脏病的几率很低啦。那男生很难讲，男生只要过30岁以上，你如果没有这个好好保养身体，有三高等等问题，其实就有可能有心脏病。但女生基本上很少因为女生有我们讲雌性荷尔蒙的保护它会让你的心血管比较健康，比较不容易受到三高的影响
哦，但是偶尔我们还是会碰到那种很年轻就有心脏病的哦，像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哦，我有一个病人是大概我记得大概37、38岁哦，非常年轻，比刚刚那个猝死的年轻人还低，而且她是女生哦，所以一般来讲，她第一次来门诊的时候，她就说她胸口不舒服，那其实我们都会认为说，哎，比较像是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她可能最近睡不好，压力大，也许跟老公吵架等等有的没的哦，所以不舒服。但后来给他吃一些药之后，他觉得都没有好。那后来我们再帮他做一些进一步检查，发现，欸，奇怪，血管好像真的有异常哦。哦，很少看到30几岁女生哦，血管有塞住的哦。所以后来我们跟他讲说，你这个报告看起来怪怪的，可能要入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就是叫心导管哦，就是我们直接到心脏去看，到底血管是不是真的塞住。就一去看，真的是吓一跳，他血管真的是也是几乎完全不通哦，3条有2条是 OK 的，但是有1条基本上是完全快要堵住了。哦，而且那条是最重要的那一条，哦，所以他难怪他会一走路就喘，哦，一搬东西就很闷，对。那后来我们当然就一样，我们要查原因啊，哦，理论上很少见30几岁血管塞成这样的女生啊，哦，所以后来我们问他也没有抽烟，哦，血压也还好，哦，胆固醇也还好，就发现是他的血糖太高。哦，他的糖化血色素，一般民众有你，各位如果有看那个健康节目，大家都知道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嘛，哦，那糖尿病连6点多、7以内都还 OK。我记得他抽起来好像12还是13，是非常高非常高，哦，那算起来如果是以一般我们认知的那种血糖数值来看，大概是200-300以上，哦，所以那个糖分非常高。那他自己不知道，因为，这又回到我们刚讲，其实有一部分的三高患者他自己是没有症状的，哦，他自己没有感觉到他有糖尿病，所以他就是照这样吃，所以那糖尿病久了之后，那糖分太高，一样它会破坏它的血管，就像我们刚前面讲，它会在血管壁卡东西，卡东西，卡到某一天完全塞住，它就开始痛了。哦，所以我后来也是跟这个小姐讲说，你现在真的是有糖尿病，而且蛮严重的哦。那所以现在开始要赶快把糖分控制好，是现在帮你把这条塞住的打通了，但是如果你不好好控制，过5年10年，它也有可能会再复发。刚刚有讲到糖尿病，它其实会危害我们的一个末梢循环的这个血管。对，那除了心脏之外，它会攻击到其他的微血管吗？没有错，可能病变在其他地方。对，糖尿病其实最严重的病变，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就是肾脏。哦，因为常常很多病人，这到现在还是很多病人会跑来，就是我开完药之后回去，他就出门就是离开诊间的时候跟我说，能不能少一点药啊？因为他说啊，这个吃西药吃多会洗肾啊，哦，然后我就会问他说，那你知道台湾洗肾的原因是什么吗？哦，洗肾这件事情，当然肾脏坏掉了嘛，对不对？所以台湾的肾脏科医师其实有做过一次很大的统计，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洗肾很多，但是到底为什么大家去洗肾？哦，所以台湾的肾脏科医师是每个人把自己的病人，比如说 A 什么原因洗肾写起来， B 什么原因写，把全台湾洗肾的人记录起来，到底他是为什么肾脏坏掉？就统计出来的结果，台湾有一半的人洗肾是因为糖尿病，就是糖尿病导致肾脏坏掉而去洗肾。那然后这个是占50%，那剩下的一半里面呢，又有一半是高血压引起的，也就是光高血压跟糖尿病就占了台湾3/4洗肾的患者。所以我会跟病人讲说，其实不是吃西药导致洗肾，以台湾的报告来讲，反而是你不吃药，你不好好控制你的三高，导致你去洗肾。哦，因为糖尿病跟高血压，我们前面讲，它久了之后，它就是影响全身的血管呐，啊。那肾脏的血管如果坏掉的话，其实肾脏就报废了，所以就要去洗肾。哦，所以其实反而是糖分太高引起你洗肾，而不是你吃药引起洗肾。那像高血压是不是很多也会引发这种中风的一个问题？对，高血压的话就是吼，这个我们之前也碰到一个，大概也是40岁啦，今天都是年轻族群啦，哦，就是特别讲年轻点是要吓吓大家，也不是啦，就是让大家比较重视这方面的。这下比例真的太高了。对啊，哦，40岁的男性啦，他就是说他其实之前就有血压高，可是一样哦，就跟刚前面的案例一样，就是他其实没有不舒服嘛，对不对？没有不舒服，对。对很多没有不舒服的人来讲，那个140、150其实就是个数字而已嘛，对不对？跟那个让几趴一样，是数字而已嘛，所以跟我无关。啊，有一天他发现这件事跟他有关，就是他那一天起床之后，他发现哈，他眼睛看东西很奇怪。我们正常人看东西就是视野是这么大的嘛。他发现他看出去之后，他的两侧这边是看不到的，他没有旁边的视野，就像被遮蔽的。对，我看到人家啊，旁边是什么？是黑的。就他只看到这样，我看不到旁边的人，要转过来才看得到。哦，他整个半边的视野不见了。哦，大家如果可以想象自己的话，会很恐惧哦。你会发现你怎么眼睛出问题，很像在一个山洞里面这样子看。对，怎么会这样？然后所以他就吓一跳。然后他大概休息了一下，准备要去医院的时候呢，哎，又好了，突然两边视野又开了。
但他还是去医院，这太可怕了。所以后来医院的检查发现他是有小中风，因为小中风他有时候会塞到影响眼睛的血管，那你会眼睛就会暂时出现一些视野的缺损，就是有些地方你看不到。那后来那个血路又自己通了，所以你又通，这叫小中风，就是他不是真的完全卡住哦，他是自己会改善的，这叫小中风。那所以后来他确定是小中风，然后当然现在是好了，可是他很害怕，怎么会中风？才40岁，所以后来去查原因就是血压高引起的。哦，所以后来这个病人的话，我们就帮他用血压好好的控制，然后给他吃一些保护血管，不要让在血管再复发血栓的药。他目前来讲就没有再复发，状况都还算蛮稳定的。哦，所以其实三高，我们今天讲三高，血压、血糖、胆固醇，其实即便是年轻族群有这样的问题，都很容易会引起一些脑中风啊、心脏病这些危害。哦，所以真的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控制。对对对，我们医院常常有一句话啦，就是这个也算是恐吓嘛，棺材装的不是老人，是死人，大家应该懂意思啦，死人是没有分年纪的啦。 对啊，所以这个真的是要非常注意啦。那医生，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降下这个三高呢？对，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啦，就是这个饮食运动，所以我们把它整理起来，最主要的护心蔬菜就是这几种，包含这个叫十字花科的，十字花科的像花椰菜就是一个很好的食材，那番茄是一个也是抗氧化效果很好的，木耳、洋葱，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抗氧化效果不错的，可以保护心脏的蔬果，所以其实这个是推荐大家可以使用。今天也很谢谢医师来带给我们这么多可以保护心脏降胆固醇的方法，大家还是要多多努力，尤其运动是最重要。那想知道更多的健康讯息，欢迎收看我们的健康晚点名。